阴阳日月最长生，可惜天地难分明。今有真圣鬼谷子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。各位唯心圣教，己亥迁就，王禅老祖补天，护国息灾，台湾平安，世界和平大法会，坛上，中华民族15615姓氏，列祖列宗祖祖灵，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，阿弥陀佛。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禅解啊，王禅老祖的天威啊，王禅老祖精通五术，遍满三千，故我稽首顶礼。玉皇大帝提供也在攻占的王禅老祖，他的天威，所以王禅老祖的天威，哈，这是精通五术，三一命卜相，三叫做风水学，三一命卜相。三是地灵人杰，地不灵，人不解，所以这一句话道破天机密啊。我们看中华始祖宣年皇帝祖在涿鹿环山乔山皇帝殿，皇帝崩藏桥山，汉朝时期啊，汉武帝曾到桥山要去找皇帝葬在哪里，司马迁六度到上桥山都没有走到，皇帝崩藏桥山葬在哪里，这是寻根追根溯源大孝之道。这在2001年的4月20号，4月19号呢，在中国河南省云梦山啊举行要奠基典礼，要盖八卦城啊，在当时下午这时间3点多，整个云梦山
出大太阳，但是挥洒走熟走熟，好大的风格呢，站也站不稳，一直在整个山头在那里绕啊，绕着这个山头一看不得了了，那王禅老祖就开示，这是蚩尤不满，他的灵魂不满，所以在整个云梦山这个云梦山在这里整个灰沙走石，我在这里要盖一栋王禅老祖殿，结果这整个山是灰沙走石，战旱之下一个人头胡须长长的人头，在整个的云梦山的山头在绕，在飞，啊，讲出内在心里的话呀。王禅老祖要为蚩尤平反。啊，若是不为蚩尤平反，啊，这云梦山将盖不起来，两岸不和平，世界也不和平。这个怨已经怨了5000年了，所以我很紧张。4月19号的法会。圆满之后，第二天4月20号，我们一行60位浩浩荡荡，分了2部车子，开到新涿鹿，没有去过涿鹿，河北省的涿鹿之战，啊，到了涿鹿，中华三祖堂。啊，我看到中华三祖堂，啊，这个风水宝地，我很高兴。啊，这中华三祖恩怨情仇将会告一段落，累积了4000-5000年。所以中华三祖堂整个的涿鹿山区，啊，中华三祖堂盖在这里，面向着啊，这个涿鹿，涿鹿山，啊，这里又有一座山，就古山，
啊，这看出去，有岐山。好，这个整个的大地，啊，这个是着陆，前面是所有的着陆山，啊，左边是蚩尤北寨，这个古山阪泉之战。历史了4000多、4-5000年的阪泉之战在这里，所以整个的战场就在这里，方圆百里，在这里一望无际。我终于悟了，啊，为什么中华民族这一场战争这么多悲惨，啊，蚩尤头也被斩了，着陆之战81个回合，蚩尤才战败，在这个地方。都是云雾，看过去，整个的山区都是云雾。一下雪，整个都满了雪，白雪皑皑。哦，所以一言难尽呐。啊，这个坐主山五向，坐北。向南，这边在昆荒为土，这边是巽宫为木，所以木克土，难怪皇帝战蚩尤，皇帝战败了，不，炎帝战败了。所以炎帝战败才南下湖南省啊，郑州的邙山求轩辕皇帝派兵帮忙啊，所以轩辕皇帝才北上，以神龙炎帝和蚩尤展开战争，在这个地方，啊，这皇帝以神龙帝，北方为水，为土，为木，遭到了木克土。神龙炎帝的古山战败，那么皇帝以神龙水旱土交泥交融政策，而就把蚩尤打败了，再加上鬼谷子，他发明了。八卦，辨识这个方位，所以皇帝神龙和蚩尤之战，三祖着陆之战，把蚩尤打败，啊，所以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整整5000年了，中华文化啊，历史天子帝王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
三世友打败了，皇帝赢了，五千年来就这么记录蚩尤是坏蛋魔鬼，我们子女三族儿女也搞不清楚，跟着皇帝喊呐喊，指责蚩尤是坏蛋，是魔鬼，是不像的人，人非人，怪物啊，鬼非鬼非怪。所以这个恩怨情仇的记录五千年，所以我们在2001年啊，就到涿鹿去追根溯源，探讨究竟啊，这是王禅老祖天界大智慧。所以我要求王禅老祖让我们维新弟子来平反历史的恩怨情仇。那王禅老祖开示，正是时候啊，所以王禅老祖啊，又开始要不要追根溯源啊？首先第一要安顿祖灵的不安。三位老祖宗，皇帝、炎帝、蚩尤帝，三位老祖宗要盖庙、庙堂，让祖孙、子子孙孙来审视、祭拜、追根溯源。所以我就去涿鹿的环山，明反的环环山，去找蚩尤他被杀的地方。结果蚩尤他在环山，距离涿鹿镇30公里的地方，而在北京灵山的半山腰，蚩尤在那里被杀，身首异处。所以我们去首先到了蚩尤寨北寨去看个究竟啊，要了解历史，要为历史的恩怨情仇来解冤释结、消灾化解。所以我们去了，我以基金会的董事吴鸿奇，还有严道法师秘书长，还有田立伟副秘书长，还有几位呢？啊，进入环山蚩尤寨，看它的地理形势，去找蚩尤。和这蚩尤寨和这个古山啊的皇帝泉在这里，他们站在三个角落的战争地形地势啊，所以我想说
这是宗教哎，老祖开示，宗教归宗教，山川灵气的哲学风水学归山川灵气风水学，山川灵气风水学会影响到人的思维，所以我们到蚩尤北寨的山头上去观看战场，四国五千年的战场，现在能看到吗？现象世界看不到啊，而是静下来以宗教的修行方式和方位学来研究，亲眼看到啊，蚩尤啊，他的部队还是在战争，还没有没完没了，万马奔腾，挥杀走石。然后说到前面来站了一个很高的人，骑了一只马。我请问何方神圣？他说我是蚩尤。啊、哦，那说跟我在一起的张家口市的书记张任昌华。啊，问我原因在哪里？我说，蚩尤他的灵性显灵不满，啊，要我们给他一个交代，否则的话，七天内还会再发生世界大战。哦，那时候这书记也很慈悲，那书怎么办？一定要有办法，四国几千年了，现在又出现了。我跟蚩尤是主，我那时候我要盖一个蚩尤庙，啊，给蚩尤后裔能够追根溯源来祭拜。好，那我是军政书记，我要土地，我会找爱好和平的啊台湾人士、台商啊来盖这一座庙。所以，任书记代表政府，那好了，我你要在哪里地哪里，我就拨哪里地给你。所以我就一直在找，找到一座蚩尤山，这叫环山，他们支撑的。这就是蚩尤山，啊，这里结了一个龙穴，在这里，我看到我很高兴，哎呀，我说这个穴要挖八公尺下去，里面有宝物在里面，所以我们就另外找时间去把方向定出来了。啊，婚金也埋出来，啊，就交由当地政府的承包商，啊，把它挖下去，啊，挖下去将近八米的地方，这个山区就挖下去了，挖八米，竟然里面现出了字。山，我就把它切下去。
个太极啊，一阴一阳啊，这个圆圆的将近有八尺，圆规的比人还高，在这里哦，土里面现出白白毛笔这么大字的笔，写了一个吃，古字的吃有了吃字，在这里几千年呢、啊，几亿年，所以这个社员真相大白呀、啊！休息一下，再为各位解说，祝福各位。各位维新贤士，各位王禅居士，王禅老祖开示要世界和平，就要先解冤释结，才能消灾化解。所以中华民族自从是由神龙炎帝皇帝蚩尤之战，第一场战争在涿鹿，到现在我研究，还有鬼谷子学士研究会秘书长、黄宏石秘书长，我们一直翻开历史统计结果，忽然发现从蚩尤第一场战争，年年战争五千年了，竟然有3762次大小战争，到金门823炮战为止，到现在还没完没了，可怜的中华三族儿女呀、啊，人性不休，兽性爆发，战争又不断了。所以在当时，我跟蚩尤族说好了，我要追根溯源，要把蚩尤，你原来就在中华民族的大地上啊，你就存在了。人类的无名，人类的恩怨情仇，所以造成3762次大小战争，多么可怜！所以我誓愿要为蚩尤来找到解冤释结的平凡。好，那我就在蚩尤这个的宝地上，我就在这个山头很漂亮，这个叫蚩尤山啊，盖了一栋蚩尤四祖的庙，让蚩尤氏族后裔能够追根溯源来祭拜，好来解冤释结。然后就到鼓山，鼓山呢，山头像一个鼓，鼓山有版权，在当时。这为了泉水，蚩尤氏族
以神农炎帝祖他的人民部落族群为了水展开打战，才有蚩尤的阪泉之战呢，和炎帝的阪泉之战啊，在环山啊，所以我们又去说是走了将近两个小时啊，再去找皇帝炎帝啊，蚩尤帝三主战争的地方，皇帝炎帝啊，蚩尤三位所在地啊，到这里去找他的中心点，一个叫做釜山，啊，正中心点一个釜山，啊，叫鼓山，啊，是这个鼓山呢，这个环山，啊，这个黄帝泉。然后我就去找到鼓山，像一个打鼓的山，啊，这个鼓山，我去看了，啊，这个是啊，鼓山在这里，这个一个村，神农炎帝啊，坐南向北，很漂亮的风水宝地，这里有七旗军，这里七旗，七旗军，啊，七旗军领在这里，所以这鼓山的啊，这里下面刚好一个阪泉。大家所争的是版权，才会展开历史的版权之战。整个战役过程我不了解，但是可以有想而知，版权这个地方啊，确实是一个风水宝地啊。至于内容呢，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跟各位来谈解。那个神农炎帝的鼓山阪泉啊，我找到了那个宝穴土星劫穴，做五山指向啊，都没有盖，所以我就决定
找台商，为化解民族的恩怨情仇，啊，依照寻龙点穴，王禅老祖的天威，点穴出来了，鼓山，啊，这里盖在半山的平地上。啊，这神龙炎帝庙，啊，这个整个后面的鼓山，很美的宝地，啊，里面把中华三祖15,615姓氏的列祖列宗。都把它安在神龙炎帝庙他的殿堂，啊，让后世的人来了解万家姓都能够追根溯源解冤释结，啊，接着最重要的我就去桥山，啊，大桥的桥，大桥啊，桥山，啊，一进去，半路上看到皇帝崩葬桥山的宝地，一眼让我看出来了。王禅老祖说：“开示了，这个宝地就是皇帝崩葬桥山所葬的地方。”我说：“老祖你怎么知道？”我说：“是不是当时你是皇帝的国师鬼异虚，他驾崩了，你帮忙葬的，对不对？”老祖也没有否认。也没有承认，那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去看，去认定。所以这里刚好是五指山，五指山五个指头大石，白白的大石头在这里屹立在这里，所以我看到了，我好高兴。皇帝老祖宗啊，你在这里不声不响，啊，葬在五指山五指的大石头，
有这么高，有将近五六米那么高的很大的白色的石头，它在葬在后面。啊，所以那里就是皇帝崩葬乔山，那个地名叫做乔山。司马迁六度上乔山，所以皇帝崩葬乔山，我们找到了，所以我就在这里背面一个轿，一条路，开一条路，啊，这里盖了皇帝殿。这个地不能盖，一盖就破掉了。所以皇帝的宝穴要葬在，要盖在皇帝崩葬乔山的对面，一个骑马马鞍，一个轿，轿。皇帝出巡一定要有轿，要有轿。所以，啊，我们很高兴，啊，发动了台商企业家、爱好民主原种的企业家，啊，鼓励他们出钱出力出资来盖好皇帝殿。炎帝庙、蚩尤祠、蚩尤庙，三个全部盖起来了，加上我们的法会，啊，诵经，啊，招请万灵来做解冤释结，啊，消灾化解。所以皇帝这乔山，我和我们鬼谷子研究会的秘书长黄宏石一起在啊这个山顶上啊，向着皇帝老祖宗，请你跟我回到台湾。台湾是优秀民主的代表，在台湾，现在两岸的儿女在争在斗，大欺小，这是不合理的。请你再出来评评理。啊，我们在台湾。皇帝庙、皇帝仙庙，我会跟你恭受圣座，来做解冤释结、消灾化解的法会，而且会将日月潭的水、水气啊，引燃灵性的光辉，日月同辉。啊，这个法仪，我们会一一来做。啊，请皇帝祖老祖宗，请你先显灵，啊，让我们看。所以我们一群五六十位贤士同修，全部在这三级这边看到皇帝的圣像。汉朝时候石雕的皇帝圣像浮在空中，有帽有脸有耳有鼻有嘴有须，在空中很漂亮，现了五分钟，我们赶快拍照起来，所以才开始展开2004年
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。啊，才开始遵照宣仁皇帝老祖宗、升龙炎帝老祖宗、九龄蚩尤帝的老祖宗，告知维新圣教要担起解冤释结，啊，旧事不辞老，消灾化解的天命，而举办了2004年第一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，在台湾林口大体育馆，汇集36000众多的民族，还有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祖灵，啊，前来中华民国台湾联合大体育馆祭拜供养，啊，展开中华民族5000年来第一坛，2004年。所以我们说的维新贤士，当时所成立的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，所以有贤士同修一起发心来举办这个大典，啊，邀集36000众三祖儿女来大体育馆祭祖。原来我以为一谈就好了，王禅老祖师尊开示我们，你要祭祖大典，要永续的祭祖大典，啊，所以我们就依法修行，依教奉行，每年都有祭祖大典，场地允许就在林口大体育馆，场地不允许就在长基山仙佛寺现在的仙佛禅堂，分批进入坛城祭祖大典。啊，这身为三祖儿女的孝道，所以王禅老祖一般人不了解，都认为他是算命的祖师、地理师。事实上，当你了解的时候，我们要惭愧，王禅老祖的一言一行是大爱，追根溯源，啊，才有啊一对诗。灵山一会万年灯，四八大愿照光明，王禅老祖妙智胜，加持灌顶见太平，灵山一会万年灯，啊，所以这是我们共同今天在祭祖大典前的法会，让各位了解到祭祖大典的因缘果，这也是王禅老祖精通武术、利人利天的上圣心法。现在我们就来合掌，来回向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还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同生极乐国。阿弥陀佛。